各位观众，你哋好，欢迎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由今集开始，我哋会为大家讲述修哥胡枫嘅生平同埋佢嘅作品。胡枫生于1932年1月18日，现年91岁，本名胡继修，故昵称修哥，籍贯广东广州白云区神山镇大岭下村，成长于香港。香港男演员，现为无线电视部头合约艺员。他1953年考入大成公司，并开始他的电影生涯。第一部作品是《男人心》，也是令他一夜成名的作品，及后与多位当红女星合作。1960年代后期与萧芳芳合作过不少歌舞片，《武艺精湛》有武王修之称，至今仍为人赏识。胡枫昵称有很多，修哥、修哥仔、修叔、修修、胡枫叔、武王修、胡枫哥、阿修公公、太公、曾孙子女尊称都是他的昵称。国籍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，籍贯：广东广州，出生：1932年1月18日，91岁，中华民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邮济医院。职业：演员、主持人。语言：粤语、英语、国语。教育程度：中五，母校香港培英中学。宗教信仰：道教。配偶：吕咏荷。1957年结婚，2016年逝世。儿女共有五名子女。出道作品：男人心、活跃年代、1953年至今、经纪公司、无线电视、1973年至1977年、1988年至今。曾经获得的奖项：2023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，2003年香港电影金紫荆奖终身成就奖，2003年万千星辉颁奖典礼、万千光辉演艺大奖。其他奖项：华侨晚报十大明星选举、1968年十大影剧明星、华侨晚报十大明星选举、1972年、1973年十大电视明星、专业精神奖、2012年星和无线电视大奖、TVB 星光成就大奖、2015年 TVB 马来西亚星光荟萃颁奖典礼。胡枫至今在影视圈地位崇高，人缘极佳。90岁时，无线电视为其举行人生90好风 show， 获得多名影视明星及名人撑场。1932年1月18日，胡枫生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邮济医院，早籍广东广州白云区神山镇大岭下村，童年在西关生活，于香港长大。家族从他的爷爷辈起，已从事古董生意。1952年毕业于香港培英中学。胡枫于1953年加入大成影片公司。他忆述，在黑白片年代，初次试镜时有1000人投考，由于他患有严重口吃，备受评判员质疑。第二天收到通知录用，踏上演艺生涯。因为枫树一年四季都是红色，故取枫树的枫字为艺名，寓意可在娱乐圈长红的意思。出道作《男人心》已担任男主角，搭档当红女主角方艳芬，直到1964年依然是粤语长片的常驻演员，但因工作频繁，所以没有时间观赏成品。好，胡枫嘅生平今日就讲到呢度，明天我哋将会继续，请大家唔好错过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你分享呢条片俾你嘅朋友，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啦。拜拜。